跟我来学汉语。你好。你好。我能坐这儿吗？请坐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我叫小杨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兰。小兰，认识你很高兴。认识你也很高兴。我要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你好，我能坐这儿吗？请坐。谢谢，不客气。我叫小杨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兰。认识你很高兴。认识你也很高兴。聊天，再见。